大家好，我是热爱登山探险的 IC， 常常在带海外登山团的行程说明会中被问到该带什么装备呢？这时候我会说，除了登山装备与登山背包外，另外多带一个中小型的旅行箱，方便在旅程中使用，并增加整体活动的便利性。NJ Box 旅行箱让我推荐的特色是箱体的色彩鲜艳，加上设计 ABS 材质，防水又耐摔，增加了行李箱的耐用程度，让行李箱更加的坚固耐用，是非常符合现代消费者使用的需求，因此我非常推荐 NJ Box 这款旅行箱。